看见这间伊玛乌达拉泰国餐，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吃饱后我们去公园散步，这个就是去公园的路上。Welcome to Greta， 欢迎来到吉达州。这间是在大自然环境下的图书馆，吉达首座数码图书馆。学习累了可走到庭院荡秋千，感受大自然的气息。这里是 VR 设备讨论室。一共有六个会议室和讨论室。上二楼，现在我们来探见这间 Four Finger 四只手指。有点想饿就来吃鸡肉。先点餐先买单再拿食物，因为这是连锁店。这个起红灯就是食物好了。真香！来探店的这间 SF Coffee， 吃饱后来喝杯咖啡。
这条呢是我们的吉打河。吉打河这整条都是。吉打河的旁边有一个塔是可以爬上去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关闭了。欢迎来到吉打州，这是在亚罗士打的 Boss Bar， 它是一个箱子一个箱子，一个箱子等于一间店，可是还没有人营业。对的，它就在布加吉纳河的旁边。这边就是他的厕所。OK， 有个厕所。就即将来临，农历新年之前我们都会做什么呢？理发、洗脸、做指甲等等之类的，是吗？对的，所以我也不例外，我也会去洗脸、剪头发、指甲当然不是我做的，指甲我会带我的姐姐们去做。会去哪里做呢？大家就看下一集吧。会去找一些专业的美容师、专业的理发师来把自己整理的美美，然后过年。